大家好，我叫王鹏杰，今年31岁，来自台湾。我的父亲也是一位烘焙师，踏入烘焙业边学边玩，现在也15年的时间。那我是一位喜欢分享、喜欢四处旅游、那喜欢观看美好事物以及风景的一个面包师。对我来说，烘焙师是一个幸福的传递者，提供许多美味的食物，为大家带来幸福，尤其是对消费者的健康更为重要。选择对的食材，安心的食材，为消费者做把关，并作为农夫与消费者之间沟通的桥梁。这是我们的烘焙坊，请跟我进来看看吧。我们的烘焙坊运用我的所学与比赛的视野，结合高雄的在地食材，做出让顾客安心又健康的面包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比赛与工作对我来说必须是两者兼具，因为平常的工作就是练习，比赛与竞赛上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。那当然，比赛它必须是留给予准备好的人，而不是给予就是想要专心于比赛的人。那这样子，我们才有足够的资格、足够的经验累积，然后去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这个比赛。参加比赛对于每个人的技能都会有所突破。那当然，每一届的题目只会越改越难，但这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新的挑战。那我也会勇于的去接受这个挑战，去突破自己。我很高兴可以与世界上这些所有的师傅们一起同台竞技。2018的选手们，大家加油！我们巴黎见。